你说，如果说给你10个亿，让你在荒岛上逍遥一年，还有5个选项让你挑，只能选一个，你能逮住吗？这是要考验我的人生选择吗？那5个选择都有啥？保安、老师、手机，还有我，和驴，你选哪一个？哦，我的天啊！这组合听起来就像是个荒岛版的谁是卧底？那个保安是男是女啊？要是男的，那我就得考虑一下了。我可不想在荒岛上陪另一个男人。保安是男的，那老师呢？应该是女的吧？也男的。哎呀，不过话说回来，要是个男老师，我也能应付。但是手机这个选项，我觉得在荒岛上就是废物一个，没有信号，没有电源，能干嘛呢？那你还想指定的呀？选我吧。驴是公的，母的？你啥意思啊？那一会选驴也不选我，是不是？好吧，看你这问题问的真是直接啊。给我滚滚！